我们一贯道的宗旨很简单，就是以传道来救世。我们不是用教育来救世，我们也不是用慈善救济来救世，那些也救不了世，救不了这个世间的人。我们也不是用医疗来救世，也不是用政治来救世，更不是用军事来救世。我们救世用什么救世？就是用传道来救世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救人，就是要传道给他。